又香又高贵的金枕头榴莲。跟学长讲，营出这么完美的形象，就是为了博得知名学长的欢心嘛。那条毛巾，那不就是原味毛巾吗？那骨多出骨，还有锁骨跟左上臂锁骨都有骨折旧伤，就是被仇家追杀。陈正太，正太啊，你管太多了。